下午，您要是献上爱心十元钱，您往我手中看，这里有一个葫芦挂，也叫做香水挂。为什么叫香水挂？来，大家注意看啊，你看这个瓶子呢，只要拧开，拧开的这下边是个瓶子，这个瓶子里边能装一点香水，您挂在车子上边非常的高档，挂在室内也是非常的香。今天下午献上爱心十元钱，把这个香水挂、葫芦挂送给您作为纪念。来，不说了，开始表演。离别的伤心泪水滴落下，站台边翩翩离愁涌入我心上。我彻夜经历家乡，我的眼泪在流淌，把你牵挂在心肠，只有梦里在相望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馋了啊，咱们好心的叔叔阿姨、爷爷奶奶、哥哥姐姐，他是一个苦命的小演员，他单人表演是他一个人的收入，您这次给的钱是小演员一个人的，我们不会花他一分一毛钱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苦命的孩子练苦功，穷人不要馋了，好了好了啊，咱们苦命的孩子练苦功，穷人家的孩子是早当家。他是一个苦命的小演员，这次表演是他一个人的收入，您这次给的钱把他放到这个脸盆里边，全部是他一个人的，我们不会花他一分一毛钱。来，咱们有没有做好事的朋友，有没有献爱心的老乡，来多多少少帮一帮，赏一赏，可怜可怜这个没有爸爸妈妈的小孩，谢谢这位老板。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好人，这就是好人，好人一生平安，好人长命百岁。来，谢谢小弟弟献上爱心五元钱啊，献上啊爱心哦五元钱，小弟弟十元钱啊，没有多有少啊啊，谢谢小妹妹也是五元钱啊，谢谢小妹妹也是五元钱啊，没有多有少啊，谢谢小宝宝啊，一元两元咱们没有的啊，谢谢小宝宝献上爱心五元钱啊，谢谢小宝宝也献上爱心十元钱，好，谢谢谢谢小宝宝啊，没有多有少，一个人不够，大家来帮助十元钱啊啊，可以带个啊，谢谢啊，没有多有少啊啊，没有多有少，谢谢这位帅哥献上爱心十元钱啊，带个葫芦挂啊，没有多有少，咱们多是情少是义，咱们给多给少都可以，您这次给的钱把它放到这个脸盆里边，全部是小演员一个人所有，我们不会花他一分一毛钱，不要跟他说你去那种白云啊，咱们好心的是